后脚专用儿童杯来喽 ！Oh my god！ 来抢儿童杯喽！这个来牛牛，快点！这个感觉亲亲也会买、啊。对，这个亲亲会买吗？亲亲是这，亲亲是这一罐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儿童杯。来，牛牛过来。亲亲跟对在前面，对在前面。这个、哦、小朋友，你们家里有小朋友的，男生女生都可以。他出门的时候，上补习班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自己去挂这个儿童杯。这是我们鹿角专用的一个儿童杯，就很漂亮，很可爱。看一下啊，就这样挂到他的包包，不挂他的身上就很可爱。他自己带水杯，你也不用拿，而且他会很喜欢这样的水杯。这个水杯是 PP 材材质的，是一个抗摔的材质，而且这个的吸嘴哦，这边的喝的饮料的吸嘴都是最好的一个吸嘴，是食品级的一个吸嘴，所以可以放心的去买它，好不好？这个可以放心的去买它。然后最主要的是，这款产品的话，它的杯子是 1.5mm 的一个加厚的一个杯子。mm 什么毫米 ,1.5 毫米加厚型的啊，加厚型的。我给大家倒一个饮料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，来给我一下。对。我给你给他给你们看一下倒点饮料放到里面好不好。你倒了吗？我没倒，我装了点。啊，你装了点冰块。我刚刚松了。那个啊。来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倒点饮料进去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，这是表弟表弟。看一下啊、哦。就是你们夏天的时候倒点饮料进去，倒点他自己喝的水进去。这个是不能装开水的啊，这个是夏天用的。对的，它是只能够装冷水。它硬度比较高，而且耐水很好。只能装冷水或者温水。好了。弟弟好可爱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。洗过咯，这个家里人很多。弟弟的肚子很可爱，对，弟弟的肚子很可爱。那就这样，然后他就可以开始喝了。来，牛牛，你快喝一下，给他们看一下。这是王家儿童罐，王家儿童罐啊，王家儿也有这一款，就是这样就可以直接开始喝饮料了。好多明星的啊、哦，李湘也有，李湘好不好喝？好不好喝？就是他好不好吸上来？还有林依晨、啊，好吸上来呀、啊，好吸上来呀、啊。那你喜欢这个杯子吗？林依晨，免费笑我的，为什么会笑你嘞？四年级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杯子呢？四年级为什么不能用这样的杯子呢？小孩子用的，这是小孩子用的啊。好，你不是小孩子吗？你不就是小孩子啊，他是装小大人，他说这小孩子用的，他说四年级了不能用这样的杯子，反正就是可以自己买给你的宝宝们，好不好？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个的，也就是真的是正版的一个鹿角杯啊，就是正版的鹿角杯。其实可爱的小女生也可以去背这种杯子啊。背上，人家是说可爱的小女生哎、嗯。来，你看我要干你吗？给。静静说啊，那我不行，我是性感的小姐姐。她说。多可爱呀！对啊，你们带他带小朋友去游那个游乐场的时候，迪士尼的时候，对吧？就可以带这种小杯子，就很可爱。好，给你们来近看一下它的一个就是材质，包括它那些就是走线呐、啊，包括它的车边呐、啊，包括它的这个硅胶的鹿角啊，都真的很漂亮。你看，很有弹性。有两个头啊，一个是这种斜挎杯的头，然后一个是拎的，你可以更换的。对的，来我来演示一遍。好，来我们来演示一下，这有两个头给大家啊。我们今天晚上是，原价89一个，我们的直播间领限时优惠券40块钱，49一个给大家啊，49一个给大家。你会有还有一个这种，还有一个这样子的，就是手拎着的。对，你可以自己更换，然后它还会有根绳子。是的，就你想要斜挎也可以，手拎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装热水，但是不要装100度的沸水。对，可以装温水。来，3、2、1，往下滑，详情页面领取优惠券。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这个是最低价给到大家，所以不能发券，只能详情页面领取优惠券啊。太可爱了。花系的散粉有吗？有的。花系散粉有的，可以装温水，但是不要装那个就是100%的那种开水啊。这是王嘉尔啊，那些李湘他们的同款，明星同款的一个水杯，明星宝宝都在用。对的，好不好？我比较推荐大家买什么颜色，女生的话买粉一点点的颜色，男宝宝的话就买蓝色跟那种海那个海藻绿啊，买女宝宝买那个白色就叫月牙白，然后还有那个茱萸粉，然后如果是男宝宝的话可以买海藻绿跟那个普鲁士蓝啊，这几个颜色大家可以去抢一抢，好不好？嗯，每个颜色我们给大家来做展示一下吧。来，这个是白色的，然后那个庆庆刚刚带的是茱萸绿，就是茱萸粉，这粉色的，然后这个是绿色的，然后这个是蓝色的，就这两款比较适合于男宝宝用，然后这两款会比较适合于女宝宝用。嗯，那小南瓜蛋鸡还有没有优惠？那个暂时已经断货了。
什么颜色下架了？哦，绿色跟粉色都下架了。来，我们加货。他们家也有冬天用的，但是这个它不是说不好，它是很轻便。对的，你夏天如果背那种冬天用的很重的那种是金属的。我们在冬天的时候给大家来推荐冬天用的那些杯子。夏天哪里会给宝宝喝热 喝烫水吧？ 对吧？你最多也是个温水，因为这种是不隔热的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你放100度的水，你背在他身上容易烫着他。那我们冬天为大家来做那种保温的水杯和水壶，夏天的话我们会做这种比较透气性好一点点的，然后就是比较清爽的那一种和轻便那一种的杯子，好不好？我们加货咯，所有女生杯子已经加货咯。白色会不容易脏，美美我跟你说他们家做工非常的厉害，就是白色这边是塑料，它不容易脏，不是塑料就是 PP 材质，然后这边它是一个红色的牛角，就是让它的牛角不会容易黑，不会容易脏，懂我的意思吗？看冬天的话呢，它是这种保温型的，保温型的、嗯、这种就会比较相对来讲重也比较贵，对的，这个要卖159，这种的话呢性价比高，而且很实用，而且是夏天的时候比较轻拿它，宝宝也不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重，懂了吗？好不好？大家自己去瞧，茱萸粉跟海藻绿已经加上来了啊。茱萸粉跟海藻绿都已经加上来给大家了，所以喜欢佳琪要多点击关注一下，头顶上方红色按钮赶紧关注我们的直播间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、哦！你刚刚说是牛角吗？羊角，人家是鹿角 ，sorry， 鹿角，鹿角，鹿角，人家是麋鹿，谢谢啊，鹿角，对不起，天哪，嗯。Yes Dome还会有吗 ？Yes Dome我们现做现卖，然后我们 Yes Dome到货了就给大家来做秒杀啊。嗯，优惠券帮忙发一下，这个不能发券，这个往下滑领券，因为我们已经破了最低价，往下滑领券，因为有很多品牌他们做这种鹿角就是侵权，这是他们家的专利的一个成分，专利的一个那个技术，而且这个品牌就是旗舰店品牌，是正品的产品，好不好？他们家那个大杯子小助理买给他的那个侄女过的，就是他们家那个冬天用的那种保温的那种鹿角杯，小助理就买给他们家侄女过，那个在商场买就是200-300块钱一个，我们直播间冬天的时候也会大家来做直播，大概就是100多块钱一个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应该就是100多块钱一个，老板会给我们这种活动的。你也太天真了吧！我们都是5折，我们直播间，对吧？能上一次唇膜吗？唇膜暂时没有，那个特碧润的唇膏会在我们的心愿节给大家上啊！特碧润的唇膏会在我们的心愿节给大家上，给你，送给你了这个。你天天在这里上班还可以有礼物拿呀，你开心吗？